订阅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用钱，免费的啦。今天要散步的地方是台北信义商圈附近走走逛逛。感谢你的观赏，也谢谢你的分享、点赞，跟住我一起出发吧。
好，我手机放的。Thank you.
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咯，再次谢谢您的支持。我拍摄行走的街景影片，想看我到哪里散步拍片，下方留言区跟我说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咯。